二十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整个高雄市在眼前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博二艺术区，再去看看。对面也是一些艺术区。Hello， 晚餐。你包也可以不包都可以。对面是高雄夜市。好像我们那个从台北回来也是有时间的。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拜拜。